这些，扫描速度还有这个频率基本上是不用动。嗯。然后就是说光改功率，还有这个扫描长度。嗯。扫描长度就是咱的宽度。宽度。啊。占空比都是百分之百。占空比基本上都是百分之百。啊，对吧？这三个都不用动。对。就是功率和。功率和长度。啊。然后你开机的话就是这个界面。嗯。然后你如果是清洗的话，嗯，点这个。清洗是什么清洗？点这个。就是除锈嘛，点这个，它会出来一个准备清洗。